那个病人的置物柜有没有申请下来了？有啊，那个本来是遗孀在处理嘛，那现在已经转交给那个人配了。啊，人配昨天给我的消息是说已经准许下来了，可能这几天就会来安装。那我先开门进去，一定是把所有的机器先开完以后，那个电脑都开完以后，我才有去换衣服嘛，再出来才换衣服。1967年跟我同一年进高一，我跟他一起工作37年，人很做人非常爽快，那做事情也是很耿直。我认识秋姐大概有30年，她一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，因为她每做一件事情，她一定是以身作则。她对学生都非常的认真，针对一些细的部分或是比较复杂的部分，她都非常的细心来教导。秋姐，